上第四年和金马影展合作推出限定联名杯款，喝咖啡配上精巧金马奖座杯塞，一推出就造成疯抢潮，记者实际连跑四家超商才顺利买到。用金马奖座比例缩小开模定制的杯塞，一拿起小小精致，超商再和金马影展合作。杯身黑字五九字形构成的金马图腾，搭配橘蓝两款杯套，电影走进消费者日常，买咖啡加价，人人都可以是金马得主。第59届金马奖将在19号登场，入围者也陆续领取入围礼品。我的东西从开箱到摆设，我大概花了15分钟，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，非常丰富。被满满的礼物给包围，让张孝全直呼太丰富。男星朱轩阳、尤安顺也特地拿推车来领取。今年入围礼品数量创下史上最多，总价值将近10万元。有入围证明的金马大同电锅和置物盒，还有超夯的金马联名麻将。使用白色基底加上金马 logo， 配上红铜色系的玫瑰金，金马五九这款纪念麻将不止引人喜爱，影迷也争相收藏。第二度携手金马推出，人气不减。入围者他们都陆续的拿到了那个入围的礼品，那他们就陆续在分享啊，就是这阵就是买气又有在更上了，那目前差不多销售7-8成。金马奖经典码头 logo 烫金印制在雨伞上，有黑白两款经典色，配上黑色礼盒，质感加分。我们预购数量呢，就是在2天内200只，我们的实体门市跟线上预购全部都销售一空了。雨伞业者透露，第二度和金马合作联名款询问度踊跃，金马典礼即将到来，连带让周边商品备受瞩目。TVA 新闻周一峰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